集结系马尼拉以东约850公里，而到向新立天西方向移动，时速18公里，大致向雷松。香港天文台评定天鹅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60公里，而天鹅系已经超越了2018年的山竹250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持续风速，以及是仅次于2013年的海燕同埋2010年的鲶鱼。我哋呢一段片完啦，多谢大家嘅收睇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呢一段片，喺下面 comment， 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埋按埋钟仔，咁我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